有情天意老，人间正道吃烧烤。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点这个，你要觉得一口爆汁啊。看这幅，他爸的爸是我爸的哥哥，那他爸是我爸的什么？所以他应该叫我叫什么？今天没有出门，在家躺了一天，正儿八经诠释了什么叫早上不饿，中午不饿，一到晚上又饿又馋。所以我现在准备洗个脸，浅化一下，然后出门撸串串。现在不是到夏天了吗？有没有早上起来那个脸巨油无比？我最近都在用新木源他们家这个洁面泡，不要看它才几十块钱，清洁力很在线。有没有用过的？是不是便宜又好用？而且它洗完以后脸不紧绷，还干净。它这种设计就很深得我这种懒人的心，直接一按就出泡泡，用起来真的超省事。这个泡泡贼黏腻贼细腻，就很像奶油一样，用在脸上很舒服，绵绵的，像很多氨基酸洗面奶洗完以后脸假滑，而且还洗不干净。这个就完全不会，因为它这个泡泡很细腻，就更容易把我们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带出来。我觉得消耗品就要买这种便宜又大腕的，好用又实惠，我给它五颗星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快速化一个妆，路边摊见。开了快一个多小时的车出来吃烧烤，还带了自己的小凳凳。这个好像是他们家特色，我们都拿一点。这个多少钱一串？6块。哦，六块钱一串，我想放一回去。烤五花肉再来一点，盐不要太多，油不要太多，烤狠一点。谢谢。我给你们看，这个一把全部都是肉。今天就是大型的肉场，这个是巴掌牛牛，跟你的脸一样的。那倒不至于，我的脸大呢。辣椒面放多了，你们来四川，辣椒面是真的不能随便乱蘸。嗯，很嫩乎，水分很足，口感比较鲜嫩，所以说一定要趁热吃。嗯，太辣的很嘞，你们把这个拿回去吃，全是肉。我们再吃吃这个牛五花啊，这个牛五花好像也是他们家的特色，试一下蘸醋。嗯，他就是今天的 MVP。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点这个，这个叫牛标，好吃。这个让我感受到新疆烤羊肉串的那个魅力。哇，这一口整个口腔直接爆汁，干香干香的，而且烧烤香，我一口气可以炫五个。放点醋，成都这边烧烤很多都会有醋准备着。你们俩咽一个，吃多了会软腻。叫姑，你不要忘了我是你姑。我又不是姑，为什么要叫你姑？因为你爸是我爸的侄儿，是吗？那他爸是我爸的什么？他爸是你爸的哥哥呀。他爸怎么会是我爸的哥哥？你有噪音吗？回来。豆腐干儿，他们家有两种豆腐干儿，听说这种比较好吃，因为这种是卤过的。嗯，里面泡泡的，嫩嫩的，然后有股卤味儿，还有股烟熏味儿。现在人越来越多，那很有夏天的氛围。要是有一点点微，哎，来了，风来了，他可能听到我念叨他，立马给你来两下。我爱吃花椒。这个土豆片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让你们先猜。酥酥的，脆脆的，外酥，里面是软的。这个是馍馍。我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治愈。你的名字那么好看，一定会出现在录取通知书上面。是不是很治愈？啊！哎呦，你这个太洋气了！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？我们玩正经铁圈圈，它这是个胶壳壳，后面人都开始上满了，然后大家都吃着乐着，我那感觉很幸福。人生在世就图这口了。那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拜拜。